新竹乡举办了原住民部落家政班的训练教育课程，这次研习对象呢是新竹乡辖内原住民族各个部落有15个家政班组织。乡长何礼台感谢部落家政班员们展现自己所制作的手工艺品，彼此交流经验，推广到社区或者是部落里头。新竹乡原住民部落家政班教育训练，并且在回南湾餐厅办理，来自15个家政班组织共同来参与。乡长何礼台想感谢家政班以及族人们共同来延续自己的文化。所以在未来四年当中，我要跟在座的各位地方部落的族人，大家共同来勉励，大家共同来支持。尤其要恭喜各位，我们部落纪委所、大德部落纪委所、华阳部落纪委所、嘉兴部落纪委所都已经标出去了。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因为预算的方面，我们孔委员帮忙非常的多，再次给他掌声好不好？谢谢。当部落各项文化传承的活动，在各位头目、班长、部落领袖等等大家共同的推广之下，各项原民的事务都推广非常的顺利。未来在四年当中，我们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委员的助理也好，我们孔委也好，希望继续来帮忙我们新城乡。新城乡需要各界的支持，各项那个工作的完成绝对不是公所能够完全来完成的，也需要各位大家共同努力，为这块土地共同来打拼。我在这边祈习各位团结一致以外，在未来的四年的规划当中，我们都已经规划好了未来的蓝图的规划，在各项的场所我们都会跟各位来做报告。因为今天是岁末年初之际，除了工作报告以外，也要跟各位族人啊，大家一起来努力。礼台愿意追随各位部落的族人，我们一起为新竹乡共同来打拼。尤其是呢，我们乡长很用心来举办我们原住民部落家政班的教育成果展哈，大家都看得到，我们乡长很用心在我们原住民族这个区块，因为乡长的承诺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分彼此，不分党派，不分蓝绿，然后也不分族群，我们大家共同的信念就是为地方服务，为乡亲服务。配合新竹乡公所112年原住民部落干部会议年度会务组织运作，加强各部落家政班员以及妇女基层彰显影响力，以推动各项乡镇政令的落实，鼓励部落妇女们积极参与文化祭活动，以营造部落环境提升，凝聚乡心力。活动呈现设计以及采用各班研习成果，透过去年度手工艺研习活动技巧以及精进作品，呈现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。今天将原住民事务所有运作有效结合家政班的组织，以达到新竹乡公所各项政务推动以及人力资源的凝聚，加强社区部落发展，提升部落妇女为部落服务的行动力以及热忱。记者九王一，新竹报道。